嗨，大家，今天已经是暌违已久的宅训练，不是宅训练，是硬训练的第三集。那今天场景啊，来到我自家的阳台上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强度，然后大概会进行六分钟的一套，大概是全身性的肌力训练。那主要会分三大区块，在我身后呢这一块就是第一阶段，我们会做下肢训练。那在旁边那边呢，第二阶段我们会做核心训练，最后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做上肢训练，用这样的动作交替啊，做完下肢就做核心，核心完就做上肢，用这样的方式维持六个动作，大约六分钟的时间就会全身一起爆汗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第一个动作的下肢我们要做半蹲跳 ，Starting， 四十秒的时间，每个动作四十秒，休息二十秒。哇，脚又酸了。爆炸！好，核心第一个，踩脚踏车。Three， 准备。Two， one， starting。Go。肚子好酸。Three, two, one。哦，休息。下一个换上肢训练，我们要做。坐姿划船，用弹力带。四十秒的时间，加倍。Three, two, one, starting. Go.背肌超有感。Three, two, one。下一个又回到下肢，我们下一个下肢动作要做的是前后弓箭步的跨步跳。太喘了吧，才三分钟。Three, two, one, starting. 还有二十秒。下一个是登山者式，连续的抬腿跑交换腿。哦，太爆酸了，好喘。准备。Three, two, one, starting.
15秒。剩最后一个上肢，伏地挺身。Three, two, one, starting. 6分钟训练结束，我现在一个人拍摄的器材，这支帅吧，火影忍者的360，超级漂亮的，你看它的双面，超级美。这个是名人版本，然后上面这边你们刚看到的第二个镜头，就是在天空上，这就是第二个镜位，它从上面拍下来，可以看到三个角。最后一个镜位就是在这里。这个是佐助版本，佐助版本，那这个版本拍出来的样子就像这样，你可以看到他拍我自己，他就会立在这边，而且他两边都有画面。那我们今天训练就差不多到这边，简单六分钟就可以带大家暴汗一波，每个动作40秒，休息20秒的时间其实非常短，很有间歇的效果。那因为今天是拍摄，所以我们就只拍6分钟。那如果你想要跟着影片一起做的朋友啊，其实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回放，你就可以做第二组、第三组。我个人的经验啊，做3组的时间差不多刚刚好，大概是18分钟，就会让你全身暴汗，隔天很酸痛。那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拍摄的器材啦，也就是你们刚看到的那3机。那3机的部分都是直接架在旁边。那架在旁边的360的好处啊，就是你在拍摄当下不用去运镜，我们在后置的时候啊，再去运镜取出你要的这个画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方便，也可以让你一个人拍摄的时候，就是不用担心没有人手帮你拍的这个问题。那今天我特别拍摄的版本啊，是采用火影忍者的版本。那最近啊，火影忍者也在台湾开始贩售咯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点下面连结，赶快跟我一起加入 Naruto 的行列吧。